那我吃掉了。嗯。你要长你莫吃。我要吃两个茶叶蛋。可以，因为一直玩又没有说。爸爸问你要不要吃，就一直玩。一只啊！他很强，你去卖只啊！我就这样。反出国了什么重要证件哈？他如果用双证件，你就用用那个身份证跟健保卡就好，就都不用换驾照。没有，我以前唔知啊，伊翕相的人都无标志，伊知影伊就爱来工作，免换啊。我甲讲你。你那无标志，伊要等你翕相翕了再讲啊。对啊，伊嘛要